呢單已經係今個月第四單強水彈案。我哋會循住恐怖襲擊嘅方向着手調查。我估佢係兇徒，患有反社會人格障礙。唔通佢參與咗魏子樂策劃嘅恐襲，準備三個月內行動。而家懷疑你同一宗恐怖活動有關，要帶你翻警署再調查。逆天奇案二，今晚8:30，翡翠台。